陈一鸣，你是80号？对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年轻就低估我的能力，其实我实战经验已经有8年了。不不，我们公司产品是针对90后，你的年龄对我们来说太老了。刚刚30出头就算老了吗？如果你的心态还年轻，那我们也可以考虑。你的新媒体资源还挺广啊。对，我是我们这个策划圈子里面最早一批认识到新媒体力量的人。新媒体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大家都在玩融媒体。您说的对。财经公司的青云计划是你做的？对，是我做的。去年我们公司还专门把青云计划当作案例来分析。是吗？但是那个活动吧，如果放在现在，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我那个活动做的还是不是太成熟。是啊，活动基础很好，可惜没策划好。如果交给我们策划团队来做的话，财经公司至少还能提升5亿的市值。谢谢啊。张胜云，到哪儿了？我在你们公司的太平车呢。你先别上车啊，我现在没在公司。那你在哪儿？我跟客户在外边谈事儿呢。好，那我过去找你啊。啊。思源，这边。怎么你一个人？客户呢？客户吃完了刚走。服务员，我稍微收拾一下。